丈夫何去呀？我叹冤今被乱，
是你最用夫可曾定有归期？一别长悲，感音啊，样。哦，原来客死而乡，怪不得你。我信夫愿才爷泪万丈，只为白发得孤，岁月奉养。咁你婆媳人又何以为生？你既是一片孝心，是孤终老，咁因何又犯你毒杀之罪啊？你要听啊，我杀我方日里生杀亲生几贪望，本无心出走，又岂料
双手接我无言把灯珠红、啊、既是明啊节三和清啊顺怎会惹落月落啊只约长上苦命人呀、啊、待多中剑亮命里多热将以下奇冤和命案我愿随佛调迎长六那月有飞呀、啊、霜三阳三载逢大旱杜鹃啼红应有泪故君威呀伴夫不应难，强压悲伤，重心安。翻苦人，世上苦多人，嫁不开招蜂惹蝶，看罗你在富士之后嘛？富士之后嘛？死之后，你又是如何看待格物呢？夫死之后，故色同悲，相依为命啊！唉，年迈凭谁呀？谁尽责待你叹得落？上人在此青似过一波，还望我何时散？谁为明冤救我不我娘？哎呀！
说斗娥冤。我问谁解蔡罗恨，我有何忍见佢枷锁門，如果有人氣票就可以上下票嚇，多謝。過劫頭上當，害人用地太無良，才能下聘不成商，用地是兇行。原來是無端飛來劫讓才化風，不念送負傷。把悲愤唱，冤枉堂王有毒藏，藏砒霜。原来粮草汤中既有毒，理应害你家姑，因何又会把账簿毒死？粮草汤人换，我哋婆婆严声。张婆佢食料啊！哦，原来如此。比如杨虎汤，又是谁人受煎呢？系从巷口买嚟嘅。又是谁人所买啊？人在听你讲啦。
仙马公啊，愿说归的字再迎啊阿长，何能判案宝轮上强压柔情既然更况是家文黎向所送，可曾敲文黎响呢？未曾敲问。既然更况有毒，又可曾追问毒药来源？必有根尘。张龙既有逼婚之心，方有引线之人，又何曾提供谁下彩银？提供啊！你一不敲文黎响，二不更查毒药，三不提控任妹。哎呀呀、莫不是你敢做待罪羔羊啊？成孤罪，甘心服刑，难得难得啊！偷偷啊，痛心痛心痛心诉苦诉苦，替罪言难泪。赖我在公堂中来受错。你尚且偷生，何故你又会甘心枉死？即使命人修报可怜咯，你莫再翻空我。任凭官衔阿妈气，都要翻冤案。你念此。哎呀，今朝休憩，又起见玉郎，我个未敢
风。